棒雨，这是厦门岛，这是吴磊。爱拼才会赢是每一个闽南人的特点。船长，你刚才那个是侧方位停船吗？对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小岛，有非常有意思的文化，非常有意思的人。我俩在韩国一专业问题高处厉害。厦门是一个可以让人慢下来去感受自己内心的城市。艾米，不要吃土哦。我一个一个吃过一样的东西，我感觉我要掉下去了，我要发了。这次来的确让我开了眼睛，其实美好也很简单，美好也可以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